只也是雄蜂吗？可是，是吗？不是，那是另外一只蜂。从哪里来的？前面来的。它把它翅膀咬掉了。想说奇怪，他在地上干嘛？爬不起来哦，原来是在吃蜜蜂哎、欸，奇怪，他会吃同类哦。另外一只也是吗？另外一只，可是看起来很像是呢。另外一只还看起来像啊，他又把什么咬掉了？他的身体那里腰那里腰咬断了，背部那一块。嗯、那只好像看起来是蜂，可是可能不是他的，好像不太一样哈、哦，还是另外一种蜂啊。哎呦，哇哟，身体咬断了。他吃下去了，不晓得呢。对，他吃下去，因为没有看到鱼有。可是这一只不是雄蜂，可能不是，因为有那个白白的毛。哎，他吃下去呢。啊，被他咬的那一只好像才是雄蜂哈、哦。我不知道哎，奇怪了，我丽娜连尸体都吃下去，好可怕啊！转过来，你还仔细他到底是谁？好残忍。